那罗重拳再提出来，金牙鸡腿打门五郎晕直跳重拳，站重拳直接取消无视，还看不出来，等回头我问一下吧。小黑这边是连续拿下了对方大口啊，拿下对方两个币了，小黑拿下大口两个币了，口弟现在还没开壶啊，还没开壶呢，对方二连装了，多两把装了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们来看本场比赛。小黑今天晚上发挥非常的亮眼，34-47啊。小孩不爆发就完蛋了啊！没事啊，每个队是40个币啊，每个队40个币，这只当是个热身了，兄弟们啊！来，兄弟们把咱们灯牌点亮一下，好吧，给主播支持一下。那咱们现在看的是拳皇98大口对战小黑这场比赛，大口要开张了吧？草剃已经没了。八神庵这里也快了，已经送了四个质量，超老爷哥完了，连续两个超老爷哥，简直！大口你在想什么呀？真克里斯也不是大口的强项呀，小黑的大门我能可是他的强项，小黑大门现在有两个气，咬死也连续两个打击头，命中收龙，连续两套打击头接收龙，第三套有没有？假逼，刚才大口刚才是可以接战 A 的，但是他犹豫了，没有确认下。要剃头至少两个人才能把比分追回来。好了，咱们来看大口的小草，这才是宇宙第一草的应有的一个风范嘛。对战小黑啊，这个分度有问题。来罗重拳再提出来，金牙鸡腿打门五郎晕直跳重拳，站重拳直接取消无视，好命。现在的比赛，木鸭三个轻攻击，木鸭确认出无视超杀八连之后，小黑的血量只剩下一半了。口弟，这才是宇宙第一套嘛！来，再次下盘三点确认无视八连，怎么办？下中腿打对方一个前冲。